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今天是准提菩萨的圣诞。准提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准提就是观音。今天也是贤公老和尚往生三周年纪念。大家先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776页第五行，从第五行开始。但净宗常为之一念十年，则尽之凡夫之称念佛号一生与十生。今天刚才向诸位报告了海贤老和尚往生三周年，老和尚在这个时代人心异常，常是指无常，仁义礼智信，异常就是跟无常不一样了，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这个时代是动乱的时代，众生生活在这个时代很痛苦。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含义很深。怎样度过苦难？一定要身心佛法，依教修行，我们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有人说，没有机会听经，能念经也好，也没有机会能念，那就学老和尚。老和尚一生就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念六个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除了睡觉之外，佛号在心里念念相续，没有中断过。他得念佛三昧了，真得到了啊！而且还不是谦虚，他悟得很深，也就是净宗一般所说的礼义心不乱。礼义心不乱是化身菩萨所证的啊，那我们就知道了，贤公为我们实现，为我们表演啊，农村里面出生的，从小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就传他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能随便说，不能说啊，他老人家一生老实听话正干啊，所以虽然真的理解从来没提过啊，懂得的人常常接触能看出来，不懂的人看不出来，为我们证明最重要的证明念佛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这是怎么回事情？如果我们说我们这个世界有，娑婆世界有，那么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一样也有。啊，你要说是假的，我们这个世界也是假的。啊，刹那刹那不可得，一秒钟，这个画面已经换了2240兆张。啊，这一张一张的算，哪一张是真的？没有一张是真的。过去了，永远不再回来了。这个道理要懂。啊，极乐世界比我们这殊胜，极乐世界是发性土，发性身。所以发性，它是清净身，没有污染，它不生不灭，它本自具足。居住无量无边功德，不可思议。那他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我们这些生有幸到这个世间来，遇到佛法，遇到净宗，遇到夏莲公的回向本，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不可思议，这个缘太殊胜了。这样的因缘，这一生当中，我想没有一个不往生啊。为什么？你往生的缘全具足了，
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怎么这么巧全遇上了啊？今天我们在一起学习，就如同在极乐世界没两样，仙公为我们作证。啊，注解里面净宗常说的一念生念，意思是指什么？指我们反复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念，十生就是十念，是这个意思。如一即法师的无量寿经书里头所说的啊，此言念者，为称，称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坚持六字经，名一念，啊，念这六个字，时间很短，这就叫一念，啊，是为念诵一声佛号。净明一念呢，这念一念是这个意思。观经，观经里面说，下品下生者，如是智性，令身不觉，具足身念，称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前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观经的经文。那么由此可见呢，身念就是十身呢。这十身在什么时候呢？是临终的身念。乃至一念，临终只念一句佛，皆得往生。真真不可思议。那么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劝诸位，万万不可生侥幸心。那现在是恢复不念了，等到临终的时候再念一念十念就行了。是没错，经文讲的没错，你能不能保证你临命终是能十念的？如果那个时候一时迷惑颠倒记不起来了，谁提醒你？啊，所以先前净宗很慎行助念，啊，助念也得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错了。我听一个同学告诉我，有一位念佛往生的人还没断气，啊，助念的人就来了，啊，他大概是想喝水。这助念的人说：“不行，不能动他，不能碰他。”这个往生的人咬牙切齿，恨透了。那么，我们有佛学常识的人就懂得。临终生嗔恨心，他到哪里去了？啊，往生到什么地方，都决定在最后的一念。这最后一念咬牙切齿，嗔恨心呢？嗔恨堕地狱。你来助念，不是给他说，
不是送他到极乐世界，是送他到地狱去了。这是不是有心的？我相信不是有心的，是平常听了助念的时候不能动它。什么时候不能？断气之后八个小时不要动它，最好是12个小时，能够到14个小时就更安全他的神识才离开。是怎么回事情啊？他没断气，他想要一杯水喝你不给他就罢了，你还教大家的时候不要碰他把他当作断气的人看待，这就错了所以赤宗精良，赤宗须知古大德告诉我们临终诵宗的一些规矩，特别是助念的规矩不可以不懂决定不能在临命终时叫他最后一念是贪嗔痴，那就坏了。他如果是贪心，魔鬼道成灰，地狱道愚痴，畜生道三恶道去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负这个责任你把一个人送到三恶道去，这个最重啊。他念了一辈子佛，就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你又无知把他送到三恶道，这个过失非常严重希望我们要留意作念的时候最好有人，内行的人，懂得的人，把作念一些规矩讲清楚讲明白再入病房下面念了引用彭吉清居士的话，彭吉居士这些话多半都是在无量寿经起信论上说的这是他的著作。如实回心，一念念佛无不往生，依佛本愿力故。彭居士解释这句话解释得好，如实真实真的回心了，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留念了，这叫回心。对这个世界只要有一念一个念头没放下，这一念可能障碍你往生那么如实回心最好在平常做，现在就做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纵然是帮助人学佛，帮助人皈依净土像刚才帮助人念佛往生，也要念念放下千万不要以为是功德。没错，你帮助人开导人往生念佛无量功德，不能做有功德想，你说我为了这个功德来帮助人念佛的，来开导他
念佛往生的，这就错了。我们的心就不是真实心，还有贪心在里头，贪图功德。这一念心会障碍我们。回心是回头。从哪里回头？从我们这个六道十八界娑婆世界回头，回头向着西方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念佛的人千万要记住啊，现在就不能放在心上啊。那么许多利益众生的事情，对，当你做的时候可以去想。做完之后马上就回到极乐世界，就回到阿弥陀佛。心里头不许可有杂念，不许可有妄念，有妄想杂念都不可以。这才叫如实回心。如实回心的功德很大，这个一念念佛无不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为什么？佛有这个愿，第十八愿。这是佛的本愿呢。四十八愿的最重要的一愿。真心真愿。真肯念佛往生，没有一个不往生。即事实。造了五逆十恶，无间地狱的罪业，临命终时用真实心一念神念都决定的是经中的书生，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至于观经中，临终生念而得往生，与上所念所论一心之念是同是别。观经上也讲了，临命终时生念往生，那跟我们去这个上面所说的。平常所讲的是同还是不同？莲池大师于疏钞中论之精确，这精确两个字不容易精是精彩确是确实精确这两个字我们看到了就信心十足了，绝不怀疑了。莲池大师在疏钞里头说，故知至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良有正直礼业行故这个不容易。念到礼业行的时候，一生佛号能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那么人有一业。罪积多劫，业重障深，九千参谋，参谋就是忏悔，见积功德，这功德是天天在累积啊，数苦消亡，这个灭罪可不容易啊。而念佛一生呢，灭多劫罪。因
为果具，故所不现呐。啊，因小啊，果大了，好像不相应。这个事情我们以慧能大师做个例子。能大师他能够顿时顿悟，啊，可见呢这个东西都重要啊，明白了就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慧能大师听人家念金刚经，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把那个心放下了，心确实不能安住在任何一处，世间法不能安啊，不能住在名闻利养、贪嗔痴慢，不能住在这些。啊，再者呢，不但恶不能住，善也不能住。为什么？住善、行善、修积善功德，将来的果报在三善道。住在恶的念头上，我的行为上，损人利己，来生的果报在三恶道啊！善恶果报丝毫不爽。我们今天目的是要出离六道轮回，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那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求生净土，永远脱离娑婆世界，永远突破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这叫真正的成就。所以金刚经上这一句话，能大师就在这开悟啊，到了华美拜了六五祖，五祖分配他到对方里面去做义工，他是个砍柴出身的，有力气，在对方里面舂米破柴，还干他的老本行啊，不要换别的行业啊，就这就是三禅。禅是什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禅啊，他在那冲笔破柴不感觉到累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住在破柴上，没有住在冲笔上，他要住在破柴冲笔，他就会感觉到很辛苦很累了，他没有啊，他在那儿游戏啊，无所住啊，
应无所住啊，而用其心，而生其心，那个心是真心，而不是妄心。妄心有住，真心无住。啊，所以他用清净平等心聪明，用清净平等心破柴，妙极了。啊，他这个修行用功，谁知道无所知道。啊，这庙里的没有一个人知道，只有无足一个人知道。啊，所以在寺庙里住了八个月了，无足想象功夫成熟了，成熟了，彻底放下了。啊，所以无足宣布啊，自己年岁大了。退位了，传法，传第六代，啊，要传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无住身心的人，才有资格。代代祖师都是无住身心，啊，身心是样样都干。不妨碍啊，做度众生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八相成道，那深信啊！啊，一生讲经教学49年，将近300余回，说法49年。讲这么多经啊，同学有疑问都提出来回答啊，都记载在经典当中。那是什么？那是身心啊，身心去造业。可是他不造业，为什么不造业？虽然身心他无助啊，我们今天这个身心有助啊！啊，你今天干了一桩什么事情？一桩一桩都说得记得牢牢的，还怕忘掉？写在日记本上。你看这麻不麻烦？啊，还要做出成绩来。这成绩做什么用？这成绩是三善道、三恶道的，怎么搞？都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饭照吃，事照干，哎，就是吃饭、干事、睡觉，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对了。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可不容易啊。为什么？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要到这个境界，你跟六祖是同一个阶层的人，你不是凡夫，在西方极乐世界称之为化身菩萨。四徒他住哪一徒？他住十宝庄严。他不是同居土，他不是方便土，啊，所以《金刚经》上这一句话精彩极了。我们也可以说，全经5000多字，最重要的一句是什么？就这一句。啊，核心。慧能大师能掌握到，能听懂，能把它掌握到，能把它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
啊，五祖衣钵传给他了，嫉妒张爱的人多啊，那些人对五祖的做这种做法都不懂啊，认为五祖年岁大了，糊涂了，衣钵是不是慧能抢去的，那不是五祖给他的啊，逃跑了啊，大家胡思乱想啊，啊，这里头只有神会知道，毕竟是个通宗通教的人，虽然没有大彻大悟，他明理呀，啊，所以他若无其事，啊，这永仁大师做个例子。那么因为过去，因是念一句佛号，他用的是真心念的，离业心是真心，明心见性之后，声声佛号消八十劫生死重罪，没有证得一心以前没这么大的力量，当然也小，没这么多。如果明心见性，念到离业心，每一生都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啊，什么原因？要讲真的原因，你本来是佛。要跟你讲真话，你本来是佛，佛念一声佛，罪都消尽了，不止八十一劫，无始劫以来罪都消得干干净净。所以就老是念佛重要啊。啊，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功夫成片，先求这个阶段，这个功夫成片没有得到，事业心离业心只是说说而已，你达不到啊。啊，证得功夫成片之后，向上提升到事业心，证得事业心之后，再提起离业心，啊，提到离业心，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慢慢往上提升，这就对了。啊，表面上看起来念佛的因很微弱，很小，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这个果大。啊，所以难信啊！啊，下面讲，苏超里给我说：“敬畏至心者，即一心也。不但是一心，是离一心。”啊，说若举四一心，虽能灭罪，威力少数，罪将复现。啊，多多念之，只可灭少少之也。多多的念，想，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大家都知道，提起来都敬佩。啊，他老人家在世，每一天念佛，白天
十万声，晚上十万声，十万声，这是多念呐，多多之念呐。永明大寿延寿，阿弥陀佛再来的，他是教我们啊，为我们实现苦口婆心。我们应当仰慕，应当向他学习。啊，说此这个地方所讲的是智心呢，真是理一心，理一啊，不是思一，是理一心啊，是有理一，一心即朗，即妄顿空，返妄归真呢？啊，譬如千年暗时，其以一灯，暗不速灭故，速灭。这在用灯做比喻。这个房间，一千年，时间长啊，都没有灯光。我们点一盏灯，立刻黑暗就没有了，就照得很清楚了啊。这个比喻大家容易懂啊，智心一念一生，就好像直接只以一盏灯，一直拉住黑暗就灭了。所以一心即朗啊，即妄顿空，妄念啊，什么是妄念？只要是念头都是妄念。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念头，告诉你，念佛的念头都没有，清净心里都没有佛，真清净。还有个佛不清净，但是这个不清净啊，它有个好处，这个一念是佛，不是别的念头。啊，它不清净，它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佛，但是它跟极乐世界是通的。你能够念阿弥陀佛，就能借一念往生。到什么地方再去到修理一些，到极乐世界，在这个世界很难修啊，你什么都放不下，到极乐世界很好修。为什么？样样放得下，他的资源太丰富了，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心想事成啊。你真的心想事成了，你还会有贪念吗？没有了。那想要他就先请，不要就没有了，你看多自在啊，不需要收藏啊。啊，你说经本，我要念经的时候，经本大字经本就摆在面前啊，念完了不念了，没有了就不见了啊，不需要收藏。啊，极乐世界四义得义，四时得时，向佛佛现，向菩萨菩萨现，得大自在啊。啊，那个环境好啊，阿弥陀佛不必叫你放下，你自然放下了。这个地方佛天天劝我们放下，劝了一辈子还是放不下，
啊，你这个地方多苦，要把它认识清楚。啊，下面说，故亦称南无佛，借以成佛道。这《法华经》上说的。啊，这一句不读《妙法莲华经》有之，《法华三昧观经》也有。啊，这经上说，十方众生亦称南无佛者，皆当作佛。唯一大乘无有二三，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如上所说，非理一心而活。念老把这段经文念出来，证明前面所说的一心是理一心。啊，这些话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可用佛的说的话来作证。啊，十方众生一称南无佛，只念一声呢，可是这一份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皆当作佛。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了，佛来帮助我们，用念佛的方法开悟，哎，就对了。我们念佛为什么开不了悟？开不了悟。念佛的同时，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搅和在一团，所以回不去，做不了佛。啊，如果是唯一大乘，无有二三，啊，佛教化众生，实实在在的，这是唯一大乘。二乘就是大乘、小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为什么要说这些？说这些是不得已，众生根性太差了，不是上根立志，烦恼习气很重啊，所以佛说二乘，说三乘。啊，一乘对菩萨说的，对大根性人说的。啊，二乘三乘呢，对小根性人说的，没有根性，遇到了也听不懂。这个我们知道，释迦牟尼的佛当年在印度出世，他一生讲经教学，度化的人不多，为什么？众生根性太差了，啊，所以佛不但说二乘，佛还说五乘。五乘底下人天，啊，这是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帮助你不设人身，佛慈悲的基础啊。
啊，你来生还得人生，修得好的得天生，到天上去了，人天成啊，啊，人天成，这些法散布在三尘经里头，小乘经有，方等经有，华严法华里头也有啊。为什么佛说法听众根性不一样，人既然多，佛每个人都过道，不叫你白来啊，你听得都欢喜，你程度深听得深，程度浅的听得浅，都听懂了，都在利益了啊。说的是无尘，听的人无尘，妙不可言啊。啊，下面给我们说真话，一切诸法一相一门，所谓无生无灭，毕竟空相。《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这个意思。啊，一相一门，什么相？空相。什么门？空门。啊，不生不灭，这真的，你不能说它有生灭。我们今天看到这现象啊，现在量子留下，力学家告诉我物质从哪来的，在物质现象是从念头在高频率波动之下产生的幻象，这幻象频率多高，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啊？我们同学曾经算出来2240兆次，你能不能说它有生有灭？现象现前，这个相不能说有生，不能说有灭啊，没有一样不是无生无灭的，毕竟空相啊，物质现象不生不灭，精神现象念头也是不生不灭，自然现象还是无生无灭，毕竟空通通不可得了。你听懂了没有？没懂。为什么没懂？谁能听懂？慧能听懂了。所以慧能放下了。我们听了好像明白了，没放下，没听懂。听懂了就是慧能，慧能。啊，闲公老和尚，我估计他40岁，40岁左右的理业心，那就是他听懂的，彻底放下，一天到晚嘻嘻哈哈，快快乐乐。啊，他干粗活，他种田呢，他不感觉得累呀。啊，非常欢喜，为什么？工作照干，心里头干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就是离业心。无论干什么事情，快乐无比。啊，
如上所说，非离业心而后。再说出啊，真的是离业心呢、啊。莲池大师为观经之智心，即离业心。啊，观无量寿经上讲的智心。啊，智心念阿弥陀佛一生，离业心。盖临终清净如火，乃生实性，故能顿摄万缘。唯体一念，顿摄万缘，就是彻底放下。啊，为什么放下？他临命终时，看到地狱。他不惊不怖，他立刻回头，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唯提一念。念念立念，念念是心，念念其真，念念是佛，这就是离业心。念念立念就是无住生心，这个离就是无住。有没有念？有念。念怎么样？念自己没有住相，也就是自己念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面啊，主要记住啊，念这句佛号里面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立念就是立这四种念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没有，念念理念呢、啊？于是怎么样？念念是心，念念都是这个心，就是自心。啊，念念是真，真就是真如。念念是佛号，如是临终神念。切离业心，故得灭罪往生。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劫之前，一直到现在所造的这个业，不论是善业恶业，统统没有了。那么这个人往生到极乐世界，他肯定是生死报庄严土。为什么？离业心，啊，又何为智心？什么叫智心？智心观经上说的，无量寿经总要，因是公之欲，实是鸠摩罗什大师。鸠摩罗什大师在讲这个比喻，譬如有人执欲我贼，执来与杀，其人情阻，渡河求眠。讲到人在路上遇到强盗了，这个强盗要抢劫他，还要杀人，这人敢不敢跑？跑到河边，啊，跑到河边就想渡到河那边去，啊，这个贼就赶不上来了。说尔时但念渡河方便，
这个时候他的心专一了。啊，为什么呢？他只求用什么方法过活。啊，那一边强盗在追，这个一面跑着一面想着，他只有一年，他没有第二年。啊，当念渡河，即是一念。啊，这个比喻，此等生念，不杂于念，行者有耳。若念佛名，若念佛相等，无间力佛，乃至生念。如是智心，名为神念。行者、修行人、念佛人，就跟这个比喻一样。后面有人追杀来了，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走到河边，还有别的念头吗？没有了，就一念。怎么获取？啊，强盗赶到河边了，你已经到那对岸了。啊，你才能脱险。啊，所以修行人在这个时候遇到地狱相现前。啊，罗刹卧轨现前，若念佛名，这就是持名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若念佛像，佛像是观想。啊，所以我们供佛像供一尊。啊，我们现在供的这尊佛像，是我们最初学佛的时候，赵默林老居士，他从中国大陆带这尊佛像到台湾，啊，没有适当地方供养，我们建图书馆，他很欢喜，送到我们这来供养。啊，这尊是瓷的，不是玉的，做得非常好，非常庄严，让人看到生欢喜。啊，所以我们用照相，啊，照相把这张像放大了，啊，越放大的时候越庄严，啊，所以现在我们做大法会都用这个三尊。啊，常常见，就见这一尊像，就拜这一尊像。我们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了，就是这个像。我们很熟，天天念他，天天拜他，毕竟他出现了。啊，所以你一点怀疑都没有。啊，就是这一尊像的样子来接引你，啊，你就放心啊，跟佛去了。啊，这是念佛像，这是十六观经的方法。啊，前面十五种都是观想，最后第十六种是持名。啊，观想也可以，持名也可以，乃至深念。如是智心呢，这叫十念。十念是这个意思，是为行人念佛，修行人念佛，如彼狱中人之于渡河，好像前面的比喻。啊，有盗贼，
看到你了，啊，来夺你的命，夺你的财物，啊，你赶紧跑，跑到河边，什么念头都没有，就一个念头，赶紧过河。用什么方法？赶紧过河。啊，所以没有别的念头，这叫智心，也叫专心，也叫意心。啊，如是之念，这个一念，相续之时就是你。临终能行，决定往生。啊，这一句话说的非常肯定。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提起正念，一念十念，决定往生。说乃至一念见念佛三昧宝王论，念佛三昧宝王论里头这一句话很重要，念心纯固，纯就是没有夹杂，固是坚固，也得往生。啊，就是一念，那个念心纯，念心非常强。啊，就是一念都能往生。盖以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是故无逆受恶。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宝王念佛三昧宝王论里头说的，说得好啊！啊，所以我们平常要修的这个纯固这两个字很重要。现在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念头要纯，念力要强，这个念头可以改变物质的环境啊，所以科学家提出疑心空无，科学把佛法证明了。为什么？现在我们明白了，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不是真的。念头灭了，它就没有了。有念就有生，无念就不生。啊，有念都是妄心，无念是真心。这个物质现象，有生有灭，是妄心生。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啊，不生不灭，那是自信的相分，自信现象。啊，虽然不生不灭，它也不是真正存在。这个道理要懂，自信心中一念不生的，哪来的相啊？
啊，相是怎么来的？相是阿赖耶变的。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一点都不错。先是真心，立念就是真心，有念就是妄心啊，所以无住生心，无住是真心，有住是妄心啊。我们今天是妄想、分别、执着一起出现啊，妄想是起心动念，是无明啊，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六道轮回是这么来的啊。所以念佛法门呢，暗合道妙，它不明显，这真妙啊，巧入无声啊，非常巧妙的。哎，你不知不觉了，就入了无声的境界。无声就是无住啊，是故无你是我，这是造作极重的罪业啊。临终念佛乃至一念也得往生，真正不可思议。你问为什么？暗合道妙，巧入无声。正邪弥陀本愿不可思议啊，最后皆归，归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的弥陀愿力不可思议。法藏菩萨无界思维之苦，即在于此啊。法藏菩萨无界修行，无界是时间，这么长的时间，考察思维选择成就极乐世界，果得了即在于此啊！啊，四十八愿圆满成就了，无逆失物，临终之际，地狱相现。相现众合居之地狱是一片火海啊，只要是地狱都离不开火啊，也就是嗔恚所感的业报啊。而能以嗔名故顿离妄火，入离业心啊。嗔名是愿，最重要的离就是放下了，放得快，地狱现现前了，看到地狱了，马上把念头洗掉，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句佛号。这个训练要天天干的，
干成习惯了，到临终地狱相现前，你才能相应了。如果很生疏，到临终地狱相现前被地狱吓到了，那就完了。啊，恐怖现前，这就麻烦大了。啊，地狱相现前不知道了，这就好比贼追到我面前要杀我了。阿弥陀佛，一句佛号，那个贼就退了。要快呀！我们现在不要等临终啊，等临终是真的，一点没把握。现在就干，现在我就放下。啊，我就不执着，我就不分别。啊，时时刻刻想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法如是，佛法也如是，没有例外。所以法上印实，何况非法。法是八万四千法门，我们统统舍掉，我们就一句阿弥陀佛，干真的，这个样子才决定得生，才真有把握啊！你看，顿离妄惑啊，妄说它是假的，不是真的；迷惑所造的善恶业都不是真的。你通通放下了，如离也行，离也见性了，回归到真心了啊，不是妄想。啊，这一入理一心呢，就转阿赖耶了。阿赖耶没有了。啊，阿赖耶没有了，诸位想想，阿赖耶的业习种子也没有了。我们无量劫造的业在哪里？在阿赖耶的种子里头，像储藏室一样，无量无边种子储藏我们的善恶业习习气。现在一回归啊，一回归自信，入离业心就回归自信，立刻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里面业习种子全没有了，这么个道理啊。你明理你就相信，你不明理你不相信。我们天天学佛，天天要进步，天天要放下，天天要把这一句佛号抓牢啊！这一下就入离心，让人难信，不敢相信。啊，这不敢相信也不能够怪他。为什么？他迷得太深了。无量劫到今天呢，都迷惑颠倒啊，都把第八识认为自己真心。啊，随着第八识种子所含藏的习气，在六道里头流转。苦不堪言啊！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是一闪光就没有了。你要是抓不到了，就入离一些；抓不到了，又搞轮回。什么叫抓到？就在这一念，把外面放下，这就是抓到了。那万缘一放下就是离业心，离业心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说以其理故，啊，这不是其阿赖耶，这是其自信，重罪消灭，即生即落，真三不退。啊，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若非方便中之究竟方便，圆顿中之究竟最极圆顿，何能证此？这话真话，如果不是方便当中的究竟方便，再没有比这更方便的。这方便到顶头了。啊，圆顿中最极圆顿。圆是圆满，顿是顿超。世尊，圆顿大教里头，圆到基础，顿到基础，叫最极圆顿。啊，要不是这样，怎么能到这种地步？到不了啊！凡夫一念成佛，这都从理上讲的。今净土法门能令我列凡夫，我早是我。逆造无逆，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惑合身。啊，这五种罪业，必定堕无间地狱。啊，你看，经中之妙。能念能教受我无力的凡夫，按其一心，你没看出来，他就真的一心了。舍我无逆是因，无间地狱是果报。凡夫在果报现前这一刹那，这一句佛号，真心念的，没有夹杂丝毫妄念在里头，就一声佛号。啊，信心真的，愿心也是真的，他往生了，佛就接他去了。啊，到极乐世界，他是离业心，生十报庄严土。是故弥陀号为愿王，称不虚。真的不是假的，阿弥陀佛是大愿之王啊，不可思议。啊，下面念老有引用道主大师的安乐记，一论生念往生。道主经中大德，安乐记是他的住所，这个住所唐朝以后失传了，
在日本，啊，日本人对他们都非常崇敬，啊，中国净土宗的祖师把他漏掉了，就是因为他的著作没人看见，现在在日本又找回来了。啊，夏莲居老居士告诉我们，他是我们净宗祖师，应该要列入祖师的行列。啊，我们净土宗第一代是庐山圆公大师、慧远大师。第二代应该是谭鸾，也是因为著作找不到了，现在都在日本找回来了。啊，第三组就是道主，善导是第四组。现在我们都认为善导是二组。啊，到现在印光大师十三组，我们称海鲜老和尚为十四组，啊，再加他两个上去，谭鸾道主应该要加上去，啊，那么印光大师第十五组，海鲜老和尚第十六组。啊，他的安乐集里头说，讲这个生念往生，如为一心，恶业为重。以下品人，生念之善，以为轻者，今当一意较量，轻重之意，正明在心，在缘，在决定。这个所说的，说邪不胜正，我们要知道，要相信。啊，他是用这个邪不胜正，这从因果上讲。啊，所以轻重之意，这个造作造业轻重，跟果报的轻重都要讲心起心动念。第二个呢，在缘；第三个在决定，就是不在时界究竟多少啊，你造作无量无边罪业，无世界以来阿赖耶里头充满了，我讲很久了，很远了。道哲大师不应该这样说，啊，没有什么久远，究竟多少啊，这个造作罪业的轻重，它是什么心，是什么缘，这个业怎么形成的？啊，这下面就是分为三小段说了。第一个，缘何在心？为什么说在心？为鄙人造罪时，自一直虚妄颠倒心生，这个是以妄心而生，此生念者。一善之时方便安慰，闻实相发生，就是以实相而生，一实一虚岂能相比啊？
啊，这不能相比啊。为什么？譬如千年暗室，光若湛炙，即便明朗，岂可得也？暗在时，千岁而不去啊。是故千日摩尼宝经云：佛告迦舍菩萨，众生虽复数千俱亿万劫在爱欲中为罪所缚，若闻佛经，夜凡念善，罪皆消尽也。是名在心。这个道理讲得好啊！啊，过去造作罪业，依止的是妄心。现在我们念佛消业障，依的是真心。过去造作罪业是依世间这些缘，都是不善的缘，那、啊、被这个恶缘染污了。现在是依善知识，是依大乘经典，这善缘。我们懂得邪不胜正，邪虽然多，正虽然少，正就是正，邪就是邪，邪不敌正。这用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啊，我们对社会升起信心啊。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由于媒体的发达，资讯的便捷，大家所接触的都是杀盗阎王，都是不孝、不仁、不义、无知、无理、无信、无恶不作。啊，他们的发心造作罪业，遇到这个缘恶缘造罪业，是很严重。但是他一念回心，遇到正法了，马上就回头，马上就把它放下，转得好快。就像现在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啊，那些在里面学习的人，他做了四年了，学习人不少啊，那些造作的也多种，时间多长，为什么到他那学七天就回头？而且回头的百分比占90%以上。这是什么？邪不胜正啊。像这样的道德讲堂，如果在中国每一个县市都有，我们敢相信只需要半年，中国大陆就是太平盛世啊，所有的恶人都回头向善了，90%都向善了，剩下来了几个不好意思干坏事了啊。中国做成功了，给世界做榜样，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到中国来观光旅游，到中国来学习道德，那我们相信只是需要两三年的时间，这个世界就和睦了，不再有恐怖战争，天下太平，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可以出现。这个出现，我相信
能维持一千年，一千年的太平盛世，靠什么？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不是我说的。啊，英国汤恩比博士说，他在晚年大声疾呼，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那就是现在的社会问题啊。怎么解决？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孔孟学说是什么？孔子讲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讲义，义是讲道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违背人情，都不违背法律，合情合理合法，这叫义啊，应该做的要做，不应该做的不能做。啊，《论语》上有，夫子之道，中恕而已。中是我们对人处事用什么心。你看，中，心字上面有个中，不偏不斜，这叫中。啊，我们处事对人，待人接物，要用中心，不能偏心，不能用邪知邪见。啊，恕是要原谅别人的过失。为什么？传统文化丢掉100多年了，丢了好多代了，5、6代了。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就讲现在这个时代，现在的社会，先人无知，不涉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这就是中恕。啊，他做错了，他犯罪了，要原谅他。为什么？没人教他，父母没教过他，祖父母也没教过他，曾祖父母也没教过，都不知道，断了好几代了。啊，学校的老师没教他。啊，社会不必说了，社会是负面的。所以他生活在这个时代，所受接触到的全是负面，杀盗淫妄，全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这怎么办？啊，汤恩比了不起啊，太难得了，把解决的方法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对这些人要生怜悯心。要用真心对待他，希望他回头，做一个好人。啊，过去做错了不怪你，你没有受过教育。啊，你做坏事是应该的。啊，但是从今之后，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啊，你学个几年，你明白，懂了，懂了就回头了，就不会再做了。啊，所以黄河讲堂得到的经验，100个我人，7天的听课学习，90%回头了。为什么？他明白了。
可见的他本性不坏啊。人之初性本善啊。这个我们要承认的。我们过去在汤池做实验，得到两句话的结论。第一句就是人性本善，是真的，不是假的。第二句就是人是教的好，就是没人教。有人教，一定教的好。我们那时候教三个月，小镇都觉悟了，不好意思犯法，不好意思作恶。那所以我们这一点在联合国做报告啊，希望大家重视教育啊，只要能把伦理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圣贤教育、宗教教育，宗教要回归教育，每个宗教最初创教都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做的最明显，他老人家开悟之后就办学啊，开头办小学，讲小乘经，就小学12年，12年过后之后再向上提升，办中学，讲方等啊，方等经典8年啊，8年之后办大学。大学是菩萨，就是大乘，22年佛讲的最多，大乘经典差不多全部都流传到中国来了啊，到中国用中国字翻译成中文，就能保存千年万世啊。只要学习中国文字学的都有能力看得懂啊，这个载体好啊，不受时空限制啊，突破了时间，可以跟古人交流啊，古人的好东西我们直接接受了啊。那么我们将来传递给后人也要用这个载体，所以文字学要把它找回来啊，跟文字学一起的深渊训诂啊，这三样东西年轻人认真学上一年就学会了，这基础就打下去了啊，天赋差一点的顶多3年就完成了，四库全书的钥匙你就拿到了啊，四库全书能帮助你这一生当中得到快乐幸福啊，我什么都没有，命里没有，我相信命啊，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啊。没有想到26岁遇到佛法，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我跟他学哲学，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就被这一句话感动，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要啊。没隔多久我认识张家大师，
所以有我的佛学跟张家大师，哲学跟方东美先生。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跟他三年，他老人家过世了。啊，过世之后我真出家了。啊，出家，他叫我。啊，我向他请教。方老师介绍我大臣，介绍我华严经，我非常喜欢。我向他请教，佛法里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证得？他说有，告诉我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放得下是破烦恼障，烦恼要放下，放下就没烦恼了。看得破是破所知障，一切事一切理万事万物真相明白了，明白了不知不再起心动念，不再分别执着，这个重要啊！所以宗教要回归教育，要互相学习，要团结起来，为地球千年盛世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就对啊，不但帮助我们国家，而帮助全世界。啊，中国强大了，我有信心，我的信心百分之百。啊，汤恩比博士说的，中国人领导全世界。啊，我在国外的时间多，朋友也多，有很多人害怕。过去欺负中国人，中国人起来了怕报仇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告诉他，中国人要是统治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科学技术，也不是经济贸易，是什么？是群书之要，是不是要我们大量翻译啊？现在已经有八种文字，除了中文之外，有英语一本，英语的，有法国文，有西班牙文，有德文，有俄罗斯文，有马来文，有日文，有韩国文啊！我们希望全世界每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字，都有翻译本，大家同念这部书，建立共识。啊，这也是汤恩比的话，他说：“东亚文明，中国是主体，还有三个卫星，韩国跟中国往来3000年。”日本、越南跟中国往来2500年，这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这四个国家团结起来，就能领导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团结是像中国周朝那个种团结方式。啊，是汤恩比所说的。我们能体会得到啊，周朝的统一，文字统一，
舌同轨，书同文。啊，是用政治道德，啊，是用道德来办政治。啊，是用经伦理，这个德行，啊，因果教育，圣贤教育，来统治社会。啊，让每个人一生都能像孔子、像颜回那么快乐，那叫什么？幸福人生。他们做到了。人的真正一生幸福快乐，啊，方老师讲，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幸福人生。啊，夫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幸福人生。啊，佛法每一部经文最后一句皆大欢喜，幸福人生，多快乐。我们要不要？要啊。我们要个人幸福，要家庭和睦，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要不要？要。要赶快学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会给我们，绝不说假话啊！所以我们想有一天，真的会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人人手上捧的群书之要，人人都在《弟子规》感应篇、感应篇十三页上扎根，这个时候才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会带给世界，我的估计千年盛世。这个千年盛世不是像以前小地区的，全球的，整个地球会有千年盛世。啊，认真努力，千年万世享老祖宗的福。老祖宗有智慧，有方法啊，有理念，哎，传授给我们，我们要把它接受过来，发扬光大，流传给后世。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